尊敬的观众朋友，您好，为了您更好的观赏演出，敬请您协助我们做好下列事项。一，剧场内不得大声喧哗，演出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音状态。二，出入剧场请您带好入场券。三，未经许可，演出中严禁摄像或照相，禁止使用闪光灯。四，剧场内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及危险品进入，严禁吸烟，禁止使用明火。五，演出结束后顺序退场，请勿逗留。六，若出现紧急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从就近的安全出口顺序退场。谢谢您的合作，祝您愉快。刘关张，
二位嫂嫂现在何处？一落曹军之手。哎呀，不好，刀枪滚，随我冲进城去搭救二位嫂嫂。当了囚禁，有请安公。哦，安公，云长兄，文员之乡有礼了。文员，你不在曹营，来此何干？云长兄，你打个刘备不知生死，三弟张飞未知存亡，曹丞相一破下邳。哦，军民进入山海，一差人回流皇叔家眷，不许惊扰。云长兄，有句话不知当讲否？当讲何妨？曹丞相素爱云长兄忠义英勇，念起你我故交，特命我前来告知，兄若能归顺。动口！我今遂出绝地，然视死如归，宁死不从。兄今若死，岂罪有三呐、啊、我长忠义而死，何罪之有？当初刘皇叔与兄结义之事，视同生死。今兄若战死，倘若刘皇叔复出，欲求你相助，不可复得，岂不复当年桃园之盟？这岂罪也？侄儿，你刘皇叔将家眷托付于兄，兄今若死，二位夫人无所依赖，辜负刘皇叔一托之中，这岂罪二也？是三里兄无意超群，兼通经世，不死协助刘皇叔狂不堪阵，所以赴汤蹈火成天之用，安得为义？这岂罪三也？下啊！
云长兄，兄有三罪，我有三冤，若丞相不允，我宁死不从。愿闻其详，愿闻其详。这一致而我与刘皇叔设施十四一共五斤只向汉地报上草好吾为汉相，汉既无也，此可从之。这二者，而为嫂嫂处清济奉书往来善扬，已应善言人等，皆不须大问。吾与皇叔奉内，更加倍于之。至于燕京内外，此乃家法，悉听尊便呢。吃三者，但知刘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便当此去。虽赴汤蹈火，必往从。然则吴阳于文昌何用？反者却已断不肯从。这个下，请丞相暂且应允，刘玄德但云长不过恩厚，丞相更是厚恩，以解其心，何由云长不服？文远之言甚是，关将军。远从此三事，谢丞相。曹苏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为平生之望。三事即蒙丞相应允，两不食言。吾自出世以来，以信义赴天下，无言即齿，安敢失信？玄德若在，必从公而去。如此，请退军三十里，待我入城，解除二位嫂嫂。好好好，就以云长所言，这中了三军，退军三十里。云长，请。大哥三弟，
上二爷他还三分上马金下马银，每一送来一大圈啊。你看二爷是马来马，好马好马，Thank you.
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呀、啊！哎，那嘶喊咆哮又腾空入海之状。哎呀，是不是啊？好马，好光马。策马两耳赛套多，浑身颜值磨，头尾有章，四蹄并盘多，前当宽如虎，后当紧如锁，行走开云雾，我下一团火，有朝一日之雄心，我跨上他，怎么样？嘿嘿，即刻就能点大烟，哥，嘿，好，此乃驴不说骑，赤兔马也。嗯，正是宝刀僧壮士，红分县家人，特将此马送与云长，以助护卫。是，丞相。吴雷送美女金帛，供未尝言谢。今日僧马竟这样拜谢，岂不是轻人而重出谋？丞相，某知此马日行千里，有幸得知、嗯、有一日见到兄长，我一日可见兄长，故而拜而谢。原来如此，嘿嘿，阿云长，日前我曾有金袍一领相赠，公银火仍穿旧袍。丞相说赠，穿玉一叠。云长不必如此节俭。丞相，我非节俭，旧袍乃兄长所赐，穿上它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心思忘却兄长之旧词，故穿于上。阿云长，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但将何妨？倘若选得其事，公何所归乎？愿从于殿下。云长不忘其本，真乃天下之义士也。可叹本相福薄，不得所用啊！某知恩图报，必立功于报。丞相之恩，而后再寻兄长。禀丞相，袁绍命大将颜良为先锋，统领大兵十万来犯白马坡，宋宪危急出战，被颜良刀劈马下。嗯，再谈得令。宋宪危急，原为吕布手下勇将，可叹今日命丧颜良之手啊！禀丞相，徐晃徐处出马，接连败下阵来。那
颜良如此勇猛，谁人可敌？谁人可敌？真嘿，丞相，某愿取颜良首级，献于麾下。非是官谋担当担，非而出击玉华山，人来缠我牵走马，包斩颜良，我是梦幻。与将军助文阵。好，小小老鼠拉木锨，大大谢谢。再喝口汤。Thank you.
喜事，大大的喜事啊！莫非皇叔有了下落？再叫让主母看财主啊！快说快说，皇叔在哪里？啊，主母，两军阵上，我家二爷打听着，刘皇叔在元元少的帐下。哎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二爷，找丞相去了。好，我等收拾行装，去等二叔回来。就以儿为嫂嫂，请儿为嫂嫂略作准备，即可登城。就以儿的老君，来，为母赐言。好，好嘞。老官打吩咐下去，只但愿有人把随身行李，丞相说有赏赐之物，且请留下分毫不可带也去。是，正而是人生天地间，无终事者非君子。我来是明白，去是真。本想当面辞去丞相，可他闭门不见，我只得封金挂印，休书一封，就此拜别老君。起言成，是来，招刘皇叔去啦。我送二位主母先行一步。是，二弟小心。
云长兄慢行，云长兄慢行。莫非你要追我回去？不成，非也，丞相送你来了。在下行前雷次造佛不得参见，故拜书告辞。老夫闭门不见，实乃不舍云长啊。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吾诚信天下，岂肯有负千言？只是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但将何妨？吾大军不保，引火偿还，屈膝逆谋深之丞相待吾恩厚，然虽受行恩，不能忘记桃园九义。我与刘皇叔誓死一共，不可背折。云长，天下一事，令草谋敬佩啊！云长啊！啊，云长啊，现有金袍一领，送与云长，请云长务必收下呀，丞相。云长，丞相，云长，丞相，多多保重了，谢。将此炮告辞了。慢，丞相还有何事？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本想略备酒水，以壮行色，请云长干了此杯。丞相，在下护送而为皇嫂甘露，身负重任，不可饮酒，恕难从命。云长，莫非怀疑酒中有毒不成？这成。
泪水穷横横横关某来日定当报答，就此罢别了。告辞了，云长。足以动其心，绝喽！不足以移其志，此等大义之人，谋深敬之。丞相，尔等不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上披星戴月路漫漫，那个翻山越岭雾茫茫，如过黄河千层浪，摇摆岸边无家乡啊。国务官我占领将人下官平手中藏，此时一天是行善的时日不语见兄长，大厅的大哥三弟再不成心话能放机关便催他的送二位皇嫂前来团聚，怎么一言不发举枪便刺呀？先生，陈家三弟，我是张三爷，休走看那枪。三弟，他是你三叔，休得无礼。哼，看那枪。三弟，三弟，你我兄弟如此刺杀，岂不被人耻笑？好啊，识相点，你自己摸了脖子，免得俺老张动手。三弟，看来你是舍不得死啊。三弟，还是我来帮你了断。三弟，我就三弟，赶快住手！赶快住手！三弟，我跟你说，二位皇嫂闪开，我刺死他再说。三弟，刺死他就说不成了。哎，你们兄弟有话好急啊。谁跟他是兄弟？别看我脸黑，可我心红，不像他长了个红脸，心却是黑的。三弟何出此言？他忘却了桃园师盟，想顺了曹贼，还有何脸面来见弟兄？咱老张岂肯与他善罢甘休？三弟，三弟，你冤枉你家二哥了。他在曹营，那曹操待他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他美酒红袍，听说还有成群的美女。三弟，那是何等的逍遥快活！怎说咱老张冤枉他了？三弟，三弟，嘿，三弟呀！
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呀！嘿嘿，看咱老张这事儿弄了吧。二弟，好，二弟，大哥，大哥，我可找到你了，我可找到你了、啊、你想啥你说你让我找你好苦啊。二弟，你大哥你这两弟也染上秋霜了。大哥，日暮客愁长，怎得不秋霜啊。你说鲁莽脾气呀，嘿嘿，不鲁莽就不是俺老张了。二哥刚才对不住三弟，与你赔罪了。自家兄弟不必多礼。哎，我就知道二哥大人大量，不会与俺老张。哎，一般见识。是啊是啊。二弟，这位是赵云，愿才公孙瓒麾下，辛勤投我而来。见过二将军，雄浑大名，岂敢？二弟，三弟呀！
你我弟兄失散数年，今日再次重逢，应不忘当年结拜之意，必当同心协力，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皇天厚土，实现二帝。大哥，大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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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中将，来此何地？哎，徐丞相来此也是武林，武林。丞相为何发笑？我笑那周郎诸葛亮不会用兵，倘若在此地埋伏一哨人马，我等性命难保。赵万云，啊！到底是那诸葛亮还是不会用兵？倘若老夫用兵，就在此处埋伏一哨人马，我等性命休矣。待、啊，张飞在呀！
令人骂，八十三万，只如今，烧的烧，淹的淹的，死的死，惨的惨，只剩下一十八级，好可怜。齐丞相来此已是花荣道。哦，花荣道。丞相，可笑周郎见识浅，孔明修奴少接官，此番若有人活马，纵然他吃，难生活。丞相，别来无恙乎？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去打探哪员将官。是是是是。齐丞相，乃是官子旗号。哦，官子旗号。周将，来，大厅曹操还有多少人马？来人。你的人马站起来了、站起来站起来。开开了、快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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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一十是五，一二三曹啊曹，我家父帅在此，你要站定了、仔细了、你与我。哎呦哎呦，小心了啊。启禀副帅，连曹操在内攻击一十八骑，残兵败呀将。你过了啊。果然是云长到了。哎，尔等再次歇息，待老夫前去。啊，云长，哈哈哈哈哈哈！君侯可好？丞相，别来无恙。
学长一别转眼数年，思念云长，时盼相见，可可、想不到今日相见竟竟是这般惨淡。曹某连吃败仗，人困马乏，行至此地，啊，云长，你在此做甚呐？奉军师之命，等候城下。多事了。曹素之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母亲兵败是危，陷入绝境，还望将军念起昔日之情为重，放我得一条生路吧。昔日官木深知丞相恩厚，然战颜良、周文丑皆拜马之威，以风报也。这有句八零桥头，云长是有言在先，日后定当报答。不知今日之事，岂能以此废功？云长，既然言功，以功论之，谋不当死啊！何以言之？云长啊！啊！汉字昆明将，天下子相强，道得如一句，剑拳皆应也。何曾断？征尘能这样？铠甲生几时？本心里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几长，生命白一银。念着断人肠。心别逃四方，只为同然郎来放生我死。
亲的草蒙尘，是怕北方起纷争，群雄割据愁又起，四方战事抚平人，血腥杀戮休止，汉室天下永难宁。金锁走桥楼，中将神这是逆于军师，立下军令状，放走曹操，可是要杀头的呀！哎呀，云长啊，云长，云长，云长，莫非反悔不成？不错，云长快走啊！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望丞相匡扶汉室，造福百姓，不得是言尔等，快走！回应去是啥事不忘，我一人战阵，为朕画像。
卑鄙呀！啊嗨，无中奸计，是荆州困兽埋城，又断粮。龙陷浅滩，遭下溪，不落平阳，勾吊狂。我说，老兄弟呀、啊，老哥哥，如今咱们被困在这小小的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前有无军，后有魏将，这便如何是好啊？哎，老哥哥，这我听说二爷已派人去往南郡公安上用班兵，这不知救兵何日才能抵达呀？你我少一军士，哦，小心把守好城门，也就是了。小心了，小心了，小心了，小心了。哦。还有多少人马？马步军兵只剩300余人，粮草已尽。别逃啊！事到如今，何不弃子攻城，投奔西川？来日东山再起，收复荆州。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我看北门外敌军不多，此处往北，敌势若何？此处向北有一三匹小路，可通西川。好，今夜就走此路。周仓，来，留兵将百人与你，死局。此城副帅放心，城可破，神不降。
福帅速来救援，管平大雷传令马步将官严正装守专班曹成得令二爷二爷俺二人跟随将军南征北战二十余载垂垂老矣今晚不能跟随将军一起突围，可这办了我头，那就撤下吧。不，兵败粮绝，谋之过也，有何脸面在口中夺食？二爷，俺俩只把老骨头，心将就我吃了，糟蹋了。二爷能吃下，才有劲杀敌，重整旗鼓，收复失地。哦。Yeah.
城小鲁使府兵，擒那关羽李延庆公，众将官与我。来城报父说，
把炸弄死了。好，你咋等下朝瑞他死了吧。怎么他死了吧，他死了吧。我二毛要害怕，二不害怕。虽为父，杀杀杀杀杀！将军圣德以及秦军之豪何言相请身传。我与刘皇叔桃园结义十四余功，岂能与你这个叛汉之贼为何？元长，王子立自以为天下无敌，今日为何背无所困？父孙权法，吾今无中奸计，岂能奉你？云长真乃豪杰，孤身爱子，真乃之。阿主公，臣诸葛瑾愿劝他归降。嗯，阿云长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将军从今之言归顺武侯，不准荆襄，包全家眷，请君侯三思，万不可执迷不悟啊。都跟进。欲可遂而不可改其败，主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要想我想，除非这黄河大汪流。云长心如铁石，不可遂也，不可遂也。不可遂，岂可活？要死而已，何必多言？生乃万物之本性，何人其子？三寸其才，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空，生之不顺，亦有何用？哈哈哈哈哈哈！生亦与我所欲，亦亦与我所欲，两者不可兼得，是生而取也。上下下。千军纵横啊！啊！一子一子千军纵。一子万物齐。
个意思，认识你一个意思，有且行一个意思，坚持成胸中有个意思，是在大道巍巍日月明，道人你天地静，一波云暗天啊，吹胆来情啊，哎哎哎哎什么三寸七彩千分好啊，一日无常万事空，岂止这一个意思，最当地意思能把天地成
爱情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稍后呢还会为大家加演我们的精彩清唱。在为大家加演清唱之前呢，首先为大家请出我们义薄云天的导演，也是我们河南豫剧院二团的团长丁建英丁团长上台致辞，掌声欢迎。好，我们开封的我们的父老乡亲和今天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开心啊，今天我们第三站来到了我们人杰地灵的开封。说实话啊，今天晚上我想问大家，看这个大戏过瘾不过瘾？好不好？那我提议咱们大家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对这个以李院长为首的我们所有的主要演员再次用掌声对他们的表演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我们这个戏啊，历时这个两年多以来啊，排出来之后啊，先后在郑州、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包括深圳大剧院等等各地演出，都受到大家的好评。那么特别这一次啊，我们有全省巡演，我们讲这个通过这次全省巡演呢，能够在全国全省啊，把我们这个戏推得更好更远。当然特别是希望我们每一站的观众朋友啊，都能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这次这大戏啊，对我们二团这个团队是一个挑战，大家更看到了，对我们李淑建院长更是一种挑战。大家都知道他的忠孝节义，是吧？前三部呢都是以文声为主，这部呢挑战自我啊，把那个红声这个武功啊都开始练起来了。他这个练呢不单自己练，还有每天带领我们年轻演员练。大家看到了这身行头36斤之多不少，真的对李院长啊这种精益求精啊，我们真的表示一种敬意啊。那么下面呢也请李院长给大家讲几句。好好好，谢谢父老乡亲们啊。大家知道都知道啊，咱豫剧的木雕啊是咱们发源于开封啊，是吧？开封是咱们的豫剧之乡啊，到开封演出我们演员是非常重视，高度的紧张和重视，比在北京演还紧张啊。啊，开封演不好就出不了河南了，叫开封大家说基本可以都敢出去了，知道吧？谢谢大家啊！我介绍一下，哎，这是我们文旅局，啊，咱们这开封文旅局的魏局长，啊，对咱很支持啊。这是咱河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呀，张老师啊，张老师。这是咱文旅局的副局长丁伟伟，这个同志见的比较少，可能你不是明星，我不咋认识你啊。啊啊，院长，院长。啊啊。哎呦，那你比我还厉害了！哎呀，说这是我河南李淑建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李志远，家也是开封的。好，谢谢啊，局长。我说两句啊，演出非常精彩，从大家的掌声当中，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个我们开封人，爱戏，懂戏，也盼戏。我们非常感谢李淑建主席、李淑建老师和我们省豫剧团的演职演员精彩的表演。我们也希望李主席经常到我们开封市演出，把更多的文化大餐带给开封人民，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好了，其他别人都不再说了，我知道大家都想听唱了，说一会都唱不成了，唱吧，谢谢啊。好了，观众朋友，接下来呢为大家加演清唱，首先为大家请出我们二团的国家二级演员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的亲传弟子张秀丽，为大家演唱寻儿记选段众衙役声声请，来，掌声有请。
心里就苦尽甘来，大骂俺不是你亲兄剑，受尽了肉你究竟我恨不分王身穿宝衣，要是遇难枪不好用，孙叔你又变成了我管清正，心情孝顺。相信你是娘的秀丽的精彩演唱。接下来为大家请出我们二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亲传弟子、著名小生赵京，为大家演唱《风流才子》选段，掌声有请。
赵京的精彩演唱。